夜难无千言万语，三百三金口不开，随便那还不肯吐露真情。夜难无三难难，万分抗了任务，我夸哭狗，舔啊舔狗，骂啊骂狗，笑啊笑狗，所有的闲话侪讲光，难还不肯吐露真情。真那个些辰光，只听见外头哔哩啵哔哩啵哩啵哩哔啵，砰砰啪啪，啊！四更天钟，眼睛一眨，马上天亮，天亮要拉出去杀头个呀！那么样的真个节奏，眼里头的光后才么真叫泪水雨下。哎呀，老师，你为什么是道士机？为不肯讲个清楚啊？要老师，必须将来之后要黑人不清。你不讲出来，更要黑人不清。你害我杨乃武一人生死刀尽罢了，你还要立来三条生命啊？怎样要三条生命？我请问你，我们怎么会从浙江到此荆州的？这个嘛，哪位来嘛？我当时晓得过。吕子武同山要复苏的我西上头把这千里迢迢狗奔到不准用不当干上亚弟要用他五飞的了呀，总是我上次干这么闹弄你两个的阿高进军，这个事体也发带来十个必是不知党政不知大政不知公事不知公事不知你记听了，我们在浙江胡庆才公堂之上铺起四位之后，是我家姐姐杨素英千里迢迢赶到京中，滚顶被告状的。你记听。清朝拉水啊，非得挪我铺子西台。张鹏屋里向的人服服帖，上手甚有。挪我一家门来来些些，全部关起来，惊动至杭州隔壁多死人。怒冲冲，杭州是人客。想出妙计，将他们一行四人攻陷，两个姐姐是该匆匆忙向京中奔。转转为西拉皮胖，我阿娇昨日路浪向千辛万苦，足足拉拉狗子一个月光景，非在红山镇浪向一场毛病么？先叫我性命断送，中途还碰着强盗，强盗手里向杀八丈两钢刀，逼老子我阿娇，
我是要住到地朗乡，笨笨笨笨的讲的，客地局你大王啊！我心里不能是那个的，我也是在北京进口去自家兄弟家呢，我也顶杯个上，我也是在北京顶杯老乡。求大王放过一点生路吧！哭得嘞，竟如讲的发舒心。我阿家放他过到北京顶杯个上。顶杯来高上，可弟弟伸手把酒倾。我杨家祖宗三天之灵道语，我阿家顶杯老乡总是握在身边。而且上次高镇么，经理想派个亲部王兴、王东明到浙江地水准备。我听见这个消息，心里想。开心啊！我们一家子陪伴春春的，一阵阵放出两枚伞，总算得知北京今朝日里向演武堂重新升本。那么我想我杨乃武故事七大队在可以超级成员，可以出战关键。罗里想的那公堂老先生就牙齿骨扎扎一口咬伤口，生活得来痛改面面都人不办法，肥是牛铺我明朝死，我阿家也死。他们们伤心在内啊，对等来着我眼上消失，我家弟弟乃是牛高非肉之位，岂不是第一条人命？我家叔父杨启堂他乃是宝高一体同之位，岂不是第二条人命？为我家弟弟杨若英之子一平生，他既是继娘亲为主所供营帐差事，肯定双死在营帐之上，岂不是第三条人命？哎呀，师妹呀，你和我杨乃武一死道义罢了，你还要立来三条人命，你心何忍？我此话当真？谁来哄你？才听过这两句黑我们真是为晴天霹雳。怪不得我说你知道了老水处理下阿嘎进京的辰光，我是科技亚洲人立了高老乡。我当时话说了想呀，哎那会得到我家了不进个家。以前本来亚内我是个一什么怕的龙族。原来应不当滚顶被盖上个是亚洲人啊。可是我自家一来一上子乱搞个当个子，我连到弟弟两高的害得正在自家一个地步。大概些辰光个小宝才随便拿手回来，连起身来哒哒哒哒哒哒哒，追到杨乃武门里哒，不，双膝跪下，两点水冒出里，将母的老乡一刀，杨乃武，必须一扇脸他们的胆。纵了他们的一句令，你好狠心啊！哎，弄好狠啊！我这恨自个耳朵跟脱耳子一样，不应该听信谁言。我杨乃武害臊，我要立来三点人命。我先把这个心
逃走家明计何可恶？噶子个男人五百几号一家男人中毒无一只。我阿家肚皮里向乱子个姨夫子，到唐先生华同瑞公馆里向去做先生一只佣人，何不容易弄儿子抚养长大？华同伊到经理做管理，会得昌钱，想看看我兄弟杨内夫，何止五百几号一家？本来公堂浪向弄我哈呼，一看我随此吃官司，我明知是，我阿姐要办我无一大事。苏满呀，你总要设法相救我家姐姐。老爷，以什么法可以相救我？中，机会来着。家里救我阿家性命，家里吐露真情。虽然如今我还有一个法儿相救。什么法儿？只要你带我讲明真正的凶手是哪一个，明日我在营帐之上同鸡贼谷讲明，我杨乃凤是欲望凶手，凌辱他人，我自己并非诬告。他的非肉之罪是莫有了。哎，
恐怕来不及了。来都这个呀，都已经在那隔壁的厅边吃饭，能在那讲呀？哎呀，虽败呀，只要能去我家几只性命嘛，我养的我感激不尽啊！师妹，快快请吃。要如此，请吃。我小白菜扶起来，扶到单个老外子身体十五的么，杨乃武富贵牛肉，师妹，请进。是。隔壁的中外大人一听，哦哟，佩服啊！搿只杨石头有道理个。三寸不烂之舌，舌得三把菜，天亮发现吐露真情。刑部尚书用大笔拿得水里，子弟一十六，准备入宫。忽有神亲王王爷起进，妻子执掌，都给他墙壁边浪响。周信听，众位大人大家鸦雀无声。三妹，你快！是，但现在辰光我方是明白，你对我一切侪是假的呀，根本我会得你满地耍的。事到如今，我已功不得他了。师妹，请讲。杨乃武不懂，讲闲话大概要面对面一样，一讲只身体哗不转去。哦，懂子，当时我杨乃武个面，一讲一个想喝出来嘛，有点难为人子。啊，师妹，不用害羞，请讲吧。来人。你是家里之黑，你也牛两个的，当属牛两的的，你不能随手我的，真会呀，那是小白菜，可以没分开，接上眼里那些泪子下来。想想自个真糊涂，真昏啊！上次吕高整整四年的当年，侬杨乃武还得挣扎十个一年，闷在帮扶营上杀头。我该死呀！我害他十个许多人的性命，我到现在辰光懊悔莫及。呼哟！飞起翅，泪洗脸。Shit!
为什么啦？都只为那五色刷刷八千金。呀，你不听说么子？孩子，我屈指不下口的为双你，为我是双双切几生。双双没有两个人来，小把菜拿到家了还玩，新人也没发给，一给给两个的啦。四妹，难道你有两个新人啊？呀，翠，哪不能说得出个一个弄不力气，我也弄两个了，不是的。后称我是双双。这两个人，一个好色，一个偷色，一个真凶，一个帮凶，一个是奸，一个是谋。所以嘛，这个贪财的来相人，莫非是爱人当相主谁报身呐？哟，这才杨氏的聪明个，我三位老弟开封，你已经听子出来子，真是姑叔是谁报身？牛来谁报身才是凶手，我杨乃凤是玉皇帝。隔壁的大人不要打瞌睡，听听清爽，谁报身是凶手。小宝才不懂这样，啊，已经在报答爷君的话嘛，你总归要对闺女哇啦哇啦个嘿。乐意，你为什么也对那边感生喜结了？哎呦，去女生这哇。倘若你隔出面，就隔壁的大人听比较的会很讲的啦。苏妹呀，我来问你，东南西北这里可是南方啊？南方比怎样？浙江就在南方，我要叫浙江这边太官听听，谁报身才是凶手？我杨乃凤是玉皇帝。哦，都是你们说的多的。哎呀，哇啦哇啦个喊，你喊破喉咙，好几句话漏得了，哪会得听见呢？原来如此。水妹呀，那么这个好色的伪君子又是哪一个哇？乐意。嗯，你可记得你曾经对鄙视讲过一句话儿的？你带你妈妈也好辰光千言万语，不不说说。男子罗里句我哪晓得，那么外头里我不晓得，你也动气不肯讲，哎，我当初记得，所以妹，你可记得非啊？耶，我那问你们，我哪会忘记他呢？哪里啦？Thank you.
一听，对，搿两句闲话的确是我讲。我对你说，我说三妹啊，你两家头感情实在是瞎的，不过总归是私情，终有一日要分手的。三十个人，虽然面孔生得难看，我肚皮里向不好闻，但是良心不坏。对那小白菜真心实意，你要好好接待三度，搭两一家人家，搿来叫家和万事兴。三妹，这两句话嘛，是我讲的。那个闲话是，我记得特别来呀。各位与你都是万里之行呢。真呀。所以之后，搿两句我记得来得个啦，规规矩矩，啦啦实实。那么既如如此，怎会有下文的？一时弄弄明空，虽在冬时十二年分呢。到一个年纪，轻轻漂漂亮亮的三好子来，说亲我是一对正对。因为当时辰光，你屋里向重要，我位置再来几个嘛，门廊下去贴张红纸的，帮人家缝缝补补，做做精细生活，贴补贴补家用的。根本我想，人家做成个生意嘛，总归是好事体了，所以侬生活再接下来，不晓得接下来么发灵子呀？从今以后，个钱包什么发来着？个漂亮三好子哒哒哒一道，哒哒哒一道，办得个么叫经济了？再等个辰光，一年也来十不到的了呀！哦，但有谁来么？个三句不是的子呀？怎么？规矩啥？规矩不得落得去，规矩不哪会得今朝自家一年年？你们当初规矩的。哎呦，你用不着自家发情发牛个呀！我还真没办法呀。哦，来一来。真呀。个个三句哎呀句呀，第二些三八菜不答应，但是坐屋里像八只迷魂一样迷魂之力了糟蹋的，真是杀不可无数。孙梅呀，从此以后你就同他上来上往了。是的，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为什么要同他上来上往啊？哎呀，我还真没办法呀，个中人要叫我老皮的嘞，磨王顶来老师家，我磨王磨不开了，大大不开的呀。头天，女人妈妈穷人家，还是只能够饮吃吞声。
那么后来怎样伊？宋金玉，你已经到我屋里向来。哦。坏一道，死一道，辰光一长嘛，事体也要抽办的了。男人就来做改造呀。嗯。啥不归家住？神的臭脸，男人就来做改造，搿三句中秋谈的话嘛，分做啥个？三冬一气一进门，一气生病。三度去得三万平寨，倒是不离一封书信，叫小白菜趁的三万平的当口谋杀亲夫，谁料子那个？不过杨内我再想，哎，搿封信倒是凭据啊，只要拿不动人口，就能证明我杨内我与王兄水另遇他人。师妹，这封书信尽在哪里呀？被侬一气之下撕毁的了。你倒是对教官。这里五百几十块，该留的不留，该差的不差。当初的辰光，我写给你一封直接书信，你看得来得很。当面朗向又拿出来给了大人看，大人啊，杨奶奶给我个情书喏，杨奶奶给我个情书喏，弄得那个裤头七折七折。这封要紧的信是擦擦的，那没办法这样子。那么算命，你比怎样啊？七星四百升少量，四百升压在地下开呀！我得下渡口的毛病，开张方子，关着里到脑震物压着子，到爱人堂压在地说压，把那下渡吃，那么成百一个档口，压内上皮，脑下渡毒杀的。师妹，他们虽然压内上皮，你可吉祥哇？他们在用内上皮吗？吉祥了，你不吉祥，当然不吉。那么后来怎样呢？可怜我家傻妇吃了之后嘛，天空里红，心大梦，在什么时候？你何不衙门告状？我真给公的来吃水。你何不告诉乡里？那给可守忠心。这个傻东家人家，既不敢衙门告状，又不敢告诉乡里。秀妹。他究竟是何许样人啊？他乃是余杭，是在余杭什么地方？不是余杭甚至哪里人是快讲？他乃是余杭吉星啊！地里茫茫想不上哪个行人是余杭之友啊？六十多岁，老老头，流水洞啊，
原来你的情人乃是袁志喜呀！哎呀，那些好手子也不是的。你回家。名字李子厚，你是真凶神，你是余杭这些李系统之子李子厚。又来生次亚内武荒手打我，我中当之吕世东害我，因为当初关卡之时一口夺气功败四处，罗里晓得你为了把自家的儿子张顾李大以后江东，那个心上还要大，原来凶手并非旁人，乃是杨春喜、吕世东之子吕子厚，我杨乃武是有望的。吕世东将军大致结束。